阳生象，取二太极阴阳和合，天人合一，内外相系等等的传统文化理念。练习的时候要求以掌导引，形神合一，以腰为轴，身体协调，按摩行象融为一体，整套功法柔和缓慢，舒展连绵，动静相间，意境优美，意气相随。通过意象引导按摩身体，卷旋手腕、屈伸颈椎和腰柱，令我哋筋骨得以舒展，血液得以流通，阴阳得以平衡，是一套健身养生的好功法。多謝曬。